那两个人，我们回去私下调查，不用通过警方。 乔彦坐吧，他们是龚宇泽的律师，有问题要问你。我和龚宇泽的律师没什么可说的。那小子早就看我不顺眼，现在害死了我的金主，让我没了依靠，他一定很高兴吧。 乔女士，能介绍下自己的专业背景吗？我记得你在与工程发生关系之前，一直是他的助理。我是制药专业的，我大学毕业后就跟了工程，给他做助理和当个文员没什么区别。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专业知识了，忘得差不多了，和高材生龚宇泽少爷可比不了。烫的，端药的时候不小心。 帮我包扎的，他看到我手烫伤了，就放下药先替我包扎，然后再……乔女士。 今天上午到案发之前，你是否进出过厨房？进出过几次？你管我去过几次，反正下药的不是我。乔岩女士，请您配合。警察问了还不够吗？一次，去给公车端药。 有时间管他，交给方姨带就好了。我可是要好好照顾工程的，万一他累着了，心脏不舒服，有个好歹的，谁养活我和乔乔？我早就催着他结婚。 偏说那女人刚没，结婚不吉利。这下可好，偌大家财全便宜那个歹毒小子了。我和乔乔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并不一定如此，工程如果愿意，可以指定你和乔乔为遗产继承人。而且，乔乔虽然是非婚生子女，但在继承权上。
他与宫羽则是平等的。真的？这么说我们乔乔也能分一笔？算我没白胜他。律师，你刚才说的遗产的事儿不是糊弄我的吧？乔乔确实有继承权，不过有件事情必须说明在先，公家绝大部分财产都是宫羽泽母亲留下的，这部分财产的指定继承人是宫羽泽，和你们母女以及宫城没有任何关系。宫城能分配的最值钱的财产恐怕就是这栋房子了，但这其中还有一半是宫羽泽的。啊，也许他在银行里还有些现金，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什么？我跟了他8年，还给他生了个女儿，他居然是个穷光蛋，他一直骗我。冰箱2层是3层，给那丫头拿个草莓布丁，吃了她就不哭了。放逸这个废物，连个孩子都看不好。严队，我们没什么要问的了，去案发现场吧。案发现场是我和宫城的卧室，你们想做什么？彻底搜查。不可以，我不允许。卧室里有很多我的私人物品，你们不能。乔燕，在我找到证据之前，你还有主动交代的机会。